阿 Ling 問埋啦嚇，想問只雅生活啊，3319咩位可以入咧？如果以翻物管啦，咁當然雅生活個基本因素唔差嘅，咁但係呢一點都要留意一樣嘢，就係啲物管其實近期整咧都跟住啲內房走，雖然過呢排反彈翻啲，咁但係內房個債務危機始終未完全叫解決嘅，咁所以我諗買得落去咧都要望緊少少啦，呢個係少少提醒啦，或者係温馨提示啦，望緊啲會好啲。咁但係走勢嚟講，其實雅生活又唔算話太曳嘅，雖然未至於話一個好係明顯向上突破啦，咁但係慢慢都係收復翻十天廿天線。咁我覺得如果你要買咧，可以挨近翻大概13蚊邊附近咧做翻個入場。咁然之後下邊咧就以翻啱啱三月尾四月頭嗰啲低位咧，大概就10.5啊10.6附近咧做翻個止蝕。咁如果唔穿嘅，咁我覺得就不妨揸住佢搏佢向上咧，升穿埋15蚊樓上之後咧，以翻挨近咧就大概17.5啦，做翻個目標位先咯。